看辣招，冷静客观有温度。我现在仍然还在北京啊，现在是6月10号。那在2天之后，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在北京做一个线下活动。如果有北京的朋友，哎，看到我们这期节目，可以一起来聊聊天。那我之所以可以做线下节目，主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我做节目的时候还好不会太偏激啊，要不然我做节目就得戴着面具啊，线下也不可能做有活动，所以事情有正反两面。放弃一部分流量，那我线下就可以做活动了。好，那我们现在转到今天的这个话题。那这里做活动还有一个原因，哎，大家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我是从湖北武汉过来的，在封锁期间我也在武汉。那这里说明什么问题啊？我还能在北京待，疫情已经差不多过去了。而且不光是北京啊、武汉啊，就我最近还跑了一些几个小县城啊，基本上也都解禁了。那同时我们看国内经济也在不停的尝试按下重启键，比如说地摊经济，这是没办法，因为现在你鼓励回北上广深没有用啊，因为大量的企业从一二线开始大量的出现破产啊、裁员的情况，就是你让他回去，他未必有很好的工作，但是这边的生活花销成本要大得多。那只能说从地摊经济开始重启，那这个重启就是疫情在国内已经结束了，那不光是国内，像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也都做得挺好的啊，中国大陆可能是做得最好的，那东亚的像日本啊，南韩也都不错，包括香港、台湾地区也都不错。刚才跟一个香港朋友聊，他说，已经有6天没有新增的病例了啊，这个是很好的迹象。但是航班现在99.9%仍然还在停摆的状态，就是内部之间的这个经济要重启了，国际的可能没有这么快，但是内部的啊，就现在进入6月份之后，大家都在重启。这当然了，东亚做得好，重启理所当然。但是其他的国家为什么也要重启？因为现在真没办法。就在2-3天前，星期天6月8号的时候，全球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当天报告的是13.5万人。这13万人主要集中在，感染最多的前面10个国家，他们占了75%，3/4。那这10个国家大概有谁呢？大家知道肯定是人口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像巴西啊、墨西哥啊、南非啊、印度啊这几个国家啊，他们一共就占了差不多10万人，这前10个国家。那这些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贫民窟，比如说印度，比如说巴西。那他们之前也尝试了想办法抄中国作业，用中国的办法来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应该说是失败了。但这么长时间已经2-3个月了，该做的事情也做了，但是达不到中国这样的效果，也没有办法，也只能按下重启键，否则这些贫民窟会发生什么问题？很多的因为这个病毒主要是针对年纪大的人会有很大的伤害，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只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内那个张文宏教授说的，就是你这个是抵抗力要好，你有蛋白质补充，这个身体是健康的，抵抗力强就很容易康复，也不容易被感染。那这些贫民窟多的国家，收入低的国家，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本来啊不封锁年轻人还没什么事情，但是因为封锁可能就造成他的免疫力下降，因为他找不到工作，因为他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这个食物啊，都出现这种情况，甚至有出现饥饿，严重饥饿的情况下，所以现在必须得做出选择，因为已经2-3个月过去了，既然封锁也做不了中国这么好，又时间又这么长，那就放开嘛。所以说现在要重启。好，那这是中国这一块跟发展中国家这一块。那欧美呢？欧美的情况夹在中间，就是我们刚才说他控制能力有，但是又不是说做得那么好，那现在的情况是，也面临各自的问题。比如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美国，那美国这边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黑人，被跪杀啊导致的一个抗议示威啊，现在已经是第13、14天了。这里就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它是有背景的，它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很多人失业，啊，因为贫富分化的问题啊这些，下来的。那这个疫情导致很多人失业，实际上又加剧了贫富分化。那在这种情况下面，要想真正釜底抽薪解决这个抗疫，其实就是让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你有事情做了，
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上街抗议，是吧？就其实我呢，私下跟我朋友开玩笑，中美都是上街啊，中国是年轻人是从北上广深回到村里啊，回到县城，然后去摆摊了啊，这也是上街嘛，反正你都要上街，所以就把你搞到这个街上去。那美国这边的话就，直接就到街上去，抗议去了。所以美国想要釜底抽薪解决这个问题，经济重启啊，仍然是一个必然的选项。所以大家在六月初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疫情不管有结束还是没结束，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你控制的好的也好，控制的不好的也好，你都得重启，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生存下去，就会更加的混乱，这个世界也会有更多的风险。所以这个是迫不得已现实的选择，大家都得往这个方向上选。好，这是我们说的。那既然经济要重启了，我们说现在谁先复苏，这个我们在上一集提到过一下，就是美国肯定是先复苏，因为它是创造需求啊，因为它有大量的商品跟服务的需求，他们先复苏啊，中国大陆像这种生产大国，然后才能复苏。然后一些中小的国家，他们得到比如说中国免除债务，美国可能也会有一些好处啊，陆续给到他们，那他们在疫情一边又很重的情况下，慢慢在中美这些大的国家啊，像日本啊、欧洲啊，慢慢康复的情况下面，他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比如说医疗资源啊，也半卖半送啊，或者说正常的交易啊，他们都会得到一些。所以这个他们是在最尾巴的情况。这里啊，我们就说到这个，我们第二小部分说，这个疫情一旦我们说，不管是说你重不重视它，我们经济只要一旦重启，现在谁的风险最大？我觉得的话，可能是对中国的风险更大一些。因为这里我们说到，美国其实在很多方向想给中国施压，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自己的力量够强的时候，这里我们看这个美国面临的失业啊，这个包括这个种族问题啊，就导致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变得投鼠忌器，变得软绵无力。比如说在香港的问题上，变得更软。但是这里是有背景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失业啊，这个种族问题通过重启把它恢复的话，那中国的风险就来了。因为中国现在能够得到喘息，是因为美国这边自己内部的问题很严重，重启之后他们没问题了，那中国就麻烦一些了。那怎么个麻烦法呢？因为国内真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经济下滑。因为国内很难承受这种大幅度的经济下滑，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情况。就是美国出现再严重的情况，国内问题还能出现多严重吗？已经差不多到极致了，已经问题爆出来了，也就是说美国的风险已经充分释放了，只要经济一旦重启，如果说他考虑的多一点，跟中国脱钩不要那么快的话，慢一点，节奏慢一点，他会复苏的更快，但是中国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因为这里本身就存在脱钩的，这个美国就存在这种想法，因为疫情肯定很多订单他会直接就交给发展中国家啊，正好找了这个疫情的原因，比如说跟这个中国的这个找一些借口啊，就不再把订单派给中国。所以这国内面临这个经济下滑，这个风险出清的情况还没有开始啊，这个是让人比较担心的。这里我们可以说的具体一点，你说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担心？现在很多失业也失业了，上街也只能摆地摊，你也没有办法拉个横幅喊个口号。那有没有其他地方还有风险的呢？就我们前面说到这个资产价格下跌的问题，我们说资产价格下跌，中美现在没有真正的来，但是这里有一个大的风险，美国现在回到一个比较大的高位，中国的房地产也出现了一个高位。但我们之前我在对标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有一套说法，就是谁先落你一定谁跌。虽然说中房美股是对标的，但是我们看之前的时候，2017年到2019年，中国房价是这两年是缓慢下跌的，特别具有指标意义的北上广深，他们率先出现了下跌，跌幅大概10%到20%。那这个跌幅跌了之后，在2020年初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美股才出现了暴跌，而且是在疫情的这个影响之下才暴跌。它有一个时间差，起码有1年左右的时间，是吧？那美国的这里
开始上升啊，这个反弹，中国其实也是稳住，稍微反弹。但如果说再遇到问题，肯定要下跌，也是中国大陆的房子要率先于美股再次下跌。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再次对标，中国房地产依然要率先下跌，美股可能才能看到它更大幅度的下跌。那这里就真正的问题严重，我们不单说面临经济的问题，还面临这个房价，因为我们前面说了。你不可能只让中下层受益的，特别是当经济恢复之后啊，经济重启啊，不是恢复，经济重启之后，那最后资本家就肯定必然会发现你的产品卖得出去还是卖不出去，因为现在大家还有一个期望，就是重启之后说不定能回到以前，但是一旦重启之后按下来，你就知道事实上肯定没有那么乐观，那这就会造成什么呢？啊，就是国内的这个房价可能率先出现下跌，而且这里我们看到实际上。中国说是没放水，但在之前放的比美国跟欧洲啊跟日本相比都要更狠得多。就以前的存量货币是大得多得多的，而现在又有金融压力，是吧？现在有比特币啊，有更多的这个包括数字货币啊这些方向，实际上要洞穿中国的金融体系啊，因为香港这边也反复出问题，是变得越来越容易跟越来越简单的，而且它会，只要是美国国内问题处理得更干净。它会施压的力度更大，所以说现在的话，中国房地产真正面临的压力啊就会越来越大，因为不可能你只让中下层利益受损，我还是这句话，你必然是说什么呢？这叫覆巢之下无完卵嘛，那全球都是一体的，那要跌肯定有先后，有人惨还是不惨，那轮到了资本家的时候，肯定就是中国的这个资本可能要率先受挫，而这里我们也说了。为什么我之前排贸易战、经济战的时候，舆论战啊、军事冲突啊，它有一个就是舆论战跟这个军事冲突啊，特别是舆论战啊，美国想要获得极大的优势，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很严重、很严峻，你这样才能这个舆论战才会有效果。否则的话，这个东西就是说，我每天跟你说，你日子过得很差，你日子过得很差，结果你每天都在大鱼大肉是吧？每天都在变得日子更好的时候，他不会，没有人会听，是吧？也不可能下沉到中国四五六线城市去啊、只有说什么呢？美国自己真的过得很好，做的确实比别人好，中国经济确实不停的下滑，而且比美国严重一些。那这个时候的舆论战才真正的会比较有效果。那我的意思就是，金融战、经济这种冲突、贸易冲突一定是在舆论之前，这舆论必须都放在后面，要不然舆论你放在前面没有力气、没有效果。所以必须说，金融冲突、这个外汇储备出现巨大变动、房地产有出现比如暴跌的情况，然后再加舆论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说有施压这个中国，比如说这个是中国病毒啊、武汉病毒，为什么意义跟效果没那么大呢？反倒是出现了一些反噬，比如说你说中国病毒，那东亚人都受伤了啊，日本人、韩国人都受伤了，对吧？那这个特别是在种族问题激烈的美国的今天，那实际上你把这一招打出去之后，中国挨了800刀啊，自己把自己砍了1000刀，你这个样子效果就当然不明显喽。你所以说你的国内的经济啊出现更大问题的时候啊，这个才会有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上面。当然可能他要转移矛盾，也就只能说先说这个问题，但是真正想要达到效果，那还是得往后拖啊，就是经济特别是金融这一块的冲突，你不做是很难的，是不行的，你再打其他牌效果出不来。所以我这里也有一个意思啊，引申的直接一点，就是中国的房地产风险在提高，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包括这个货币体系啊风险在提高，就是中国可能要在这未来的半年更长的时间要面临过去十几年滥发货币这些问题，要综合要有一个表征啊，要有一个表征。那美国方面的这个金融战的这个压力啊，在香港这个问题压力，随着这个经济重启，它会慢慢的把力道加大。因为我之前我感觉到，时间是不是来了，是不是来，但都不能着急，因为现在美国还是国内的问题还是没有处理完，只有重启键过了一段时间，那我相信美国的中下层就会回到家里，那这个失业的人就能重返岗位，那这个时候啊，就是真正出力的时候了，那可能会对中国有施压，那这个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啊去做一个准备嘛。
好了，那我们这集内容大概就聊到这里。有时间的朋友，我们周五晚上可以，在北京找个小角落，喝点啤酒啥的。好的，那我们今天6月10号就聊这么多。